有个小孩提醒，给捎过来了。魏哥，魏哥，听我说话。陈学冬静止，陈学冬静止。元气满满的哥哥捉迷藏游戏，王彦霖使用禁止卡禁止陈学冬。我被禁止了，为什么要用在我身上？我又不会去杀你们。我刚刚进去是要跟你说，王彦霖快点跑呀！啊，他让陈学冬禁止五分钟，为什么？他可能对你们自己的队友没有信心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们自己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互相信任感不够的问题？倒那也没有了。那为什么要禁止他呢？那不是浪费了一张卡吗？对呀、啊。哎呦我天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呦妈呀！啊！军哥，王彦霖，快跑！你快跑！为什么要用在我身上呢？王彦霖，你来拍我干什么？我跟你是一对儿的，啊？你拍我？你看你游过来，我都没，气死我了。